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数字游戏。家长们对于孩子们的学前教育肯定都比较关心，数字字母的学习更觉得尤为重要。但是单纯的学习字母和数字对于孩子来说比较枯燥，同时接受度低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 Number Hunt 游戏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一张纸、一支笔，还有一把尺，先画一个简单的 chart 出来。制作chart非常简单，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帮我们一起画。在chart的左边从一写到十，右边就让孩子 tick， 然后再拿出另外一张纸，把纸裁成十小份，在纸上依次写下一到十。然后我们把纸叠成小份，藏在房间的不同角落里，让孩子们找起来吧。孩子在寻找数字，犹如寻找宝藏，这不仅更有乐趣，同时培养了他们的恒心、探索、发现精神。最重要的是，学会了对数字的初步认识和数字配对，同时孩子也会很有成就感。